当然不回去了，哪有回头路啊？咱们俩肯定一直往前走啊！你猜我要去哪儿现在？不知道。当然是机场。你不是喜欢逃婚吗？这次带你逃个够。阿玲，阿玲，开门！完了，钱围不见了，就剩个戒指扔里头了。啊？你说这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？就我刚才一个收拾抽奖箱的功夫，陆巡也不见了。陆巡也不见了，你说这怎么收场？哎，要不咱俩结吧？别闹，你俩结拜吧，还你俩结？这么关键的时刻还想这事儿呢？啊？要我说呀，肯定是你俩说错话，刺激他俩了。没有啊。哎，新娘子，你这是逃婚呢？不是，我去未来看一下，马上回来啊。哦，未来？那往哪开啊？不知道。师傅，去医院越快越好啊。怎么是你啊？我告诉你。这位落跑新娘，你呢？现在已经被新郎劫持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要逃跑啊？哎，我早就说过了，我是从未来来这儿，你想做的每一步我都能知道。那我专程过来不就是为了不要再错失一段美满人生啊？不是，我不是真的想逃婚，我就是想去医院再做个梦看一看。老刘说我们家有生双胞胎的基因，一生容易生一窝，而且他们今天要在婚礼现场给孩子选未来的职业。哎，你还是先活明白了再做梦行不行啊？那些都是给宾客的。怎么可能？一等奖你妈喜欢的摄影机，二等奖前川一年的游泳卡，三等奖我妈医院的全套体检。对不起啊。那我们现在没往回走啊？当然不回去了，哪有回头路啊？咱们俩肯定一直往前走啊！你猜我要去哪儿现在？不知道。当然是机场。你不是喜欢逃婚吗？这次带你逃个够。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地方、任何一个国家、任何一个城市，我都要跟你结一次，领一次证。这样呢，以后到天涯海角，你都是我的老婆，跑不掉。我告诉你啊。这可是我第一次私奔，你得好好负责。我可是第二次，小陆巡也是陆巡，你也不能吃醋。那不行，小陆巡凭什么？你们两个人到底有什么共同的经历啊？难忘的回忆吗？你给我讲讲来听。特别的美好。哎呀，美好的回忆呀、啊！行吧，你说的对，今天让你，好吧，反正也是我自己。